性急，吃饭快，当心竟会有中风危机。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，然后他本身呢个性就非常非常的急，他现场啊他都是一定要是自己要现场去监工，从他平常小细节就看得出来他是很急，因为他连吃饭都很快。就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啊，他就突然倒下去，后来发现他已经半边就是都中风了。为什么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